这一次直接改了配方，我已经替大家尝过了，不管是咸的还是不咸的都非常香。哎，外头太热了，都搁屋里了。要弄来这给个小作坊上了。弄完呢。自从俺商家压单到现在，已经售出2000多箱了。商家好像是从3月份开始了，这都几个月了，不知不觉，多少个日日夜夜，全部真是每一颗蛋都是俺家纯手工腌出来的，而且不添加任何化学那种东西。哎呀，真的是，现在想想也可不容易啊，2000多箱，然后我看。那个好评率达到97%，我就是每天都在就是那个店里看回复大家的信息啊，因为那个客服都是我在亲自回复嘛，回复大家信息，然后看大家给我的评论这个鸭蛋，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因为在某宝上买东西，那些就是你收到东西里头会有个纸条，或者说那个客服会联系你说，哎，给个好评吧，然后或者给你返现几元，然后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看到商品好评率97%，肯定是离不开俺妈的手艺，俺妈手艺是真的好，当然了，也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给面子，这么支持俺婆媳俩。我看还有。3个中评，这三个中评我也看了是咋回事，一个是说太淡了，然后还有一个说是太咸了，因为确实鸭蛋这个东西每个人他每个有可能是仨人中间这仨人口味还不一样了，众口难调，所以说只能说按照大部分人的口味来腌这个鸭蛋，然后不过现在俺已经做出改善了。真是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有，我看南边的到达咱中国最南方海南，然后北边的直接到达最北方都到内蒙古了，所以说他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然后不过我也针对这一个情况我也做出了改善，我让大家看一下啊，相信之前买过俺家鸭蛋的都知道，因为只有一个规格一拍然后都拍了，现在我已经做出来2个规格，现在一看鸭蛋都是已经上架了，然后点击这个立即购买，你看看20枚装，然后一个是不太咸的，然后还有一个选项是比较咸的啊，所以说就是之前有可能有的朋友备注了啊，我喜欢不太咸的我备注一样，然后我喜欢咸的喜欢咸点的又备注一样，有可能有的朋友就没在意或者是干啥的都没有备注，然后我就随便给他贴了，这样就能更好的区分大家的口味了，想要不太咸的就拍不太咸的，想要咸点的就拍咸点的，虽然说这样俺的工作量可能增加一点吧，但是这样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能更好的区分大家的口味。然后不过现在这个不太咸的上架了，然后这个比较咸一点的现在还没有库存，因为需要多腌几天。我看了还有一条差评，这条差评说的就是鸭蛋个头太小，而且那个鸭蛋太咸了，我看一天后这个朋友又追评了一条，说鸭蛋个头还可以，就是那个蛋清太咸了，然后这个姐主动联系我了，他主动联系我，我才知道，他说主动联系我想更改一下这个评价了嘛，说可能给个这个差评不太合适，然后说想更改一下评价了，然后我毕竟他联系我，我才知道啊，我毕竟也不想得到一个差评嘛，我说就是他既然想更改一下，给更改一下吧，然后我联系了那个都点的客服，他说了。就是只要是评论上的差评啊中评啊都没有办法再更改，不管是我这卖家方面还是他那买家方面，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是想要恳请大家，如果收到货之后有任何就是货物方面不管是小了然后限了不限了，就是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就先联系客服，先联系我，我会给大家解决，如果就是我给你解决不了了你再去给我差评啊或者咋漏的话，我虽然说不会像其他人一样给大家追着大家给大家要好评啊，但是大家在给差评之前先联系我，就是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啊就是都联系我，我想给你解决毕竟谁都不想得到一个差评是不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做电商，然后第一次买自己家的东西，有很多地方做的就是很不到位啊不完善呀，我也是在一点点的学习一点点的进步，就是好还有好多
朋友们给我提了建议啊，好了建议啊，我都就是一点点的能采纳了，我都采纳大家的意见，也一点点的在改变。最后我再说一下俺这一批鸭蛋，之前我给视频里提过，就是说俺鸭蛋改良了，之前都是腌制方法小改良，这一次是腌制俺的配方大改良，这一次直接改了配方，我已经替大家尝过了，不管是咸的还是不咸的都非常香，味道都非常赞。之前买过咱家鸭蛋的，没有买过咱家鸭蛋的都可以试试这一批鸭蛋啊，哎呀真的是非常香，这个味道想要吃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下单了，数量有限，毕竟腌制不易，出一批鸭蛋需要好多天儿。干活啊，干你啊，宝宝有干活的大理石啊。嗯。